我们下次要在那个楼梯上来那边设一个那个抓的警戒线，就是他不能黏在门口，他还是要留一点缝隙给那个人不会摔下去。现在玩完的这些参赛者们都流连忘返。终极一班那个是什么榜 ？KO 榜 ，KO 榜 ，KO 榜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是 KO 榜，只有 KO 榜。我们 KO 榜，我们是上班什么要一个什么什么 KO 榜？我们不要赌鬼抓人 KO 榜，上班不要这么直接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上班鬼抓人 KO 吧。我跟你讲，这么直接。如果这真的有剪个影片出去，大家就会传出去一个传，就上班不要看的人都很不会取名字，什么残啊，什么上班不要看，什么鬼抓人啊，他们不要鬼抓人。那不然你取一个，你请一个。对啊，我也不会啊，我他妈小毒啊。啊，我知道，我们是上部鬼抓队。哇，好像还可以，有点难听。上部鬼抓队 KO 吧。他刚才讲说，那这样抓人好像没有。好处啊，一人一分嘛，抓一人一分，杀一个一分嘛，缩圈死，对，他要三分的嘛。可是哪有缩圈死也是我要能够在实现到的时候冲去那个缩圈的地方，他妈也是要技巧好不好？缩圈死大家觉得有没有分？缩圈就一分啊，自己抓到就两分。啊，好，所以如果我们的 YouTube 朋友们要来玩的话，先当鬼，分数就会高，对 ，KO 榜就会上去。你很会。所以目前 KO 榜。上部鬼抓队第六名是阿杰 ，KO 榜第五、四、三是共用的，那就是并列第三名的有三位：瓜吉、汤马士、诺基，他们三个是并列第三名。KO 榜第二名是蔡哥 ，KO 榜的冠军是小欧， yeah! 小欧 KO 榜冠军。发表一下你参加两届目前 KO 榜冠军的感想。哦，好累，没有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老实说，我觉得你越来越会玩。对，第一次我是抓人嘛，那抓人基本上我觉得那个空间就是好抓，好抓，因为它没有什么遮蔽物或者什么东西，就是其实障碍物也很少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怕你们受伤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格局也算比较清楚，这边比较这边尤其是我是躲嘛，这次变成用躲的，然后就是其实心里会害怕，因为你不知道会踢到什么，摸到什么东西，很恐惧。然后老板一直在那边，那软棒打啊打啊打，两三次被打到，觉得心跳变超快。那你如果说你现在要找一个人来跟我们尬的话，你觉得谁有机会来参加我们？这个上部鬼抓队的比赛，当然是妹子啊！在讲什么？就女生啊，希望来多几来接妹子。对, 对，我觉得女生的灵活度也是不能小觑的。没错，其实我看你们这样玩，我也很想下去玩。哦，你也想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其实因为像我昨天在试走你们这个路线的时候，我手不小心碰到一个东西，就觉得超可怕。会，因为我们刚刚的一致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在。遮掩的时候，空间感会丧失掉，所以要用靠摸的去建立。说现在这边是哪边？哎，我知道位置，就可以开始爬了。这个游戏在下午玩还 OK， 你看在晚上玩多可怕。没有，差不多。你的眼睛是一样的，没扎了。后期因为观众很好奇，能力很强的一个鬼抓选手，怎么会这一场 KO 榜已经掉到第三名去了？就运气不好，第一个缩圈就地下室啊，老板就在旁边。每次都遇到这种运气的问题，你会想要怎么样去面对？当然是提升自己的体能啊，比如说，你的体能竟然直接跳过去啊！如果就是要逃出封锁圈，我他妈直接用跳的。我们来演练一下，好吗？来，我觉得要讨论，要告诉你，我告诉你怎么走。五秒，三、四、二、一。因为它原本是在这，所以我是爬在这上面。对，我是站在像我们规定应该会这样子，就是有一个位置不会让你站在门口太危险，就是我们会一个那个守株待兔区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这样子。你在抓他？什么？你怎么会抓他人在哪？你刚刚是睁着眼睛爬的，靠背啊！因为你现在是我们 KO 榜的第三名，但因为你才第三名啊。对，因为我刚刚表现那么惊人，因为你第一次参赛，因为你第一届没参加。基本上以我第一次参赛就可以得到第三名，第二次参赛的话，看飞天啊，当鬼的一定抓不到我。野外的一些新的 YouTuber， 他们要加入玩的话，你有谁看好比较看好，觉得他们会蛮强？我觉得身材太大只的可能不太方便，嗯，因为他躲起来会比较困难，而且感觉很灵巧的那种矮子矮一肚子拐的那种。你现在如果讲完这一句话，后面再讲几个人，你就完蛋。如果不排除老板说那个，我觉得浩浩跟阿 D 应该蛮会。可是我觉得阿 D 的体能看起来很差，之前还有那个脊椎还是腰的问题，我觉得他不行。浩哥有种好呆感，我不是说开玩笑的，不是在讲这个押韵，我反而觉得如果是这样讲的话，阿嘎可能蛮强。阿嘎虽然有点年纪，他其实是很灵活的人，对不对？他看起来是有一点在运动的，而且感觉又古灵精怪的，个性又其实是蛮敢挑战的。健保应该蛮厉害，因为健保他拍过很多体能类的影片，他属于身材是属于比较苗条的类型，所以我觉得他有机会。我刚刚想到一个人，Hook，感觉他也是小小只，很会抓。哎，我觉得Hook不错，因
布格他是一个很喜欢做一些挑战类影片的人，对对 对, 對，他绝对也不会有什么包袱啦，我觉得他应该很 OK 啊。我们这基本的基础这几个 KO 高手，你有没有看好？觉得谁会串起来拿到第一名？因为现在第一名是小欧，小欧他这个只是一时的，他很明显他是凭运气，不然说真的，你们看小欧像是一个，不管是在体能上来讲，灵巧度来讲，可是他第一届全拿八分呢，全部都是抓到的，全部都是抓到，你只有抓到两个。那个地方看难到难如登天呐、啊！对对对，哎，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支影片都会发现说，其实很多人选择了躲藏地点，厉害，恐怖、哦，但是还是有些被你抓到，还是有些被我已经算很强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他觉得你知道，他刚听到我整个吓到，吓到，他吓到把东西丢到地。你很会声东击西，你是把身上的护具通通对我能丢了我都丢了，还把沙发东西丢过去。你从第一集开始就很会声东击西，然后都没有人理你，没有用，声东击西我发现没用，因为我现在 KO 榜第二名，希望下次可以冲到第一名。今天的这个屌的使用率很低，你觉得？屌的使用率很低，好像没有什么碰到。因为不够多吧，我们下次可以准备个屌屌地狱，这样会不会就没有来宾想来？巨屌声。